你这个吞的这三盆呢，就不要距离不要离太远，好、哦，好。这个这一点呢，在中间偏左的地方下，没有很粗，一开始就有点斜斜斜，好、哦，好。这个日就稍微，扁一点，哈、哦，就在这个左撇右捺的里面，哈、哦。好，这两条虫就不要让它变得太大，哈、哦。好、哦，好，它这个先直以后出了这个横画，它有一点向左，对吧？对。好、哦，好，最后这一条虫就把空间就。补满，蠢是蠢，还没有很蠢啊、哦。对，第二个蠢呢，就真的是不太好看哈、哦。啊，没关系啦，我的帖上我也写的不好，是不是？好、哦，没关系的，很少这两个蠢会和连在一起。好，因为当你这两个左撇右捺没有拉长的时候，字一定会变小。接下来这个凡哈，这个凡，凡注意一下，就是说尾第二，就是说直画旁边这一笔哈，这一笔直弯钩的这一笔，不要比它太长。一般我们都会写比较长，是不是？它的写法没有哈。那你的第一笔哈，写的时候先，好，一开始先有一点直的感觉，接下来就向左边。哦，好，停贴。好，你要注意一下，什么时候该弯你自己。好，你自己注意啊、哦。好，这个呢，这一点就点在中间，就是不要靠到左右两边啊、哦，我都快靠到了啊。哦